为过去因合作拍戏而相识，随后发展成恋人关系。去年更宣布求婚成功的喜讯，收获各界祝福。虽然两人至今未举行婚礼，但早已是民众公认的高颜值夫妻档。鲜少公开放闪他们，近期却突然公开了一系列甜蜜的合照，令粉丝们惊喜不已。陈婷妮在个人 IG 曝光了多张两人为品牌拍摄的宣传照，只见小两口身穿情侣装，展现各种日常或是约会的亲密模样。不论是陈婷妮从背后环抱胡宇威，还是胡宇威霸气的搂着陈婷妮的肩膀，都弥漫着满满的粉红泡泡。陈婷妮还在文中表示，缘分让不相信童话故事的自己就此臣服于爱情，超浪漫的告白直接闪瞎众人，大赞两人真的是太甜了，好羡慕这样的爱情啊。Bye.